你现在一万播放量都没有了。亚美罗。好的，欢迎观众老爷们收看本期单肉一张六的精彩解说操作。哼，斗地主视频。哇，这把队友是个张飞。南蛮入侵。有点棘手，南蛮入侵忍他一手，不慌，我不怕，我不知道书字怎么写，顺手牵羊忍不了。好，直接残愿了，游戏结束。你已经死了，国家你可以退游戏了，国家。顺手好，顺手牵羊，然后五谷丰登，再顺手，好家伙，直接搁我嘴里灌食堂啊！那么这局呢，又没有抢到地主，不要紧，我有快乐风男，我不怕。啊，这个是个 SP 貂蝉，有一张桃子可以。奴家一切。曹昂的防御力比较强，他也秒不掉曹昂。然后呢，九杀扣两滴血，再杀出闪，再杀又出闪，再杀。可以，这波不错，这波可以。这个时候怎么办？过河拆桥，千万不要掉顺手牵羊。好，然后杀他一刀。怕你哦。我是因为怕他有无懈啊。如果这个顺手牵羊他无懈的话，那就血亏。好，这一波顺手牵羊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那么这局呢？又没有抢到地主，不要紧。哼，你们喜欢抢地主是吧？你抢得好，你抢得妙，你抢得呱呱叫。好，两张桃子稳了。哼，你还敢玩张松？你还敢抢三倍啊？你不把我大将军放在眼里啊？你不把我陆逊陆大哥放在眼里？我对，说实话，我对这个陆逊很有自信，你知道吗？我对这个陆逊很有自信，我相信他不是一般人，你知道吗？虽然说他的关节不高。但是他敢玩陆逊，就表示他有两把刷子，你知道吧？这一波直接好掉他的牌，然后呢再杀，好，这个时候发个信号，问一下他有没有桃子。哎，你看兄弟们，他给我发信号了。好，卧龙出山，大哥，你他妈看不看得懂啊？啊，你看不看得懂啊？你就学人家，学人家送花，我操！没办法，这一波只能说是队友蠢，知道吗？这一波只能说是队友蠢，这队友太蠢了。如果他不给我发信号，我就知道他没有了，我就知道他没有桃子了。但是他给我发了个信号，我以为他有桃。这种情况只能说队友太蠢了。好吧，这一波我对他的期望太高了，是在下的问题，好吧，是在下的问题啊。你不是喜欢玩陆逊吗？我看你怎么输，好吧，我看你怎么输。闪电劈中了，然后呢，他有桃子，张松肯定有桃，是桃子又摸牌，你怎么打呀？你看白银狮子也安排上了，你怎么跟他打啊？你个陆智障，你怎么跟他打呀？啊，你玩个陆逊，你还学人家斗地主？即刻涌来！你还学人家斗地主呀？哎呀，兄弟们真的是蠢！大哥，对不起，大哥，我发自内心的觉得对不起，我发自内心的觉得我错了，是我弱智，我是弱智，好吧，我是猪，陆逊带猪，我是猪啊！我是猪。那么这一局呢，我玩的是个神陆逊，我这是我玩三国杀以来第一次玩这个将，不怎么会玩，看别人玩过，但是看的也不多。如果玩的有不到位的地方啊，希望大家啊多吃两碗。如果操作有点，文韬武略兼备，兄弟们，这是大大的忠臣呀，这是大大的良民，兄弟们。太下饭了，这个哥们。好，然后。结束，不要杀这个关羽，不要杀关羽，我有妙手，知道吗？我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，看好了啊，这个军略到了一定程度啊，我就可以去掉这些标记，对他们造成伤害。这个将当农民还不错，当地主当的比较少，见的也比较少，不过打这两个绰绰有余，真的，兄弟们。好，这一波一绝，给他一张红，好吧，免得扣两滴血了，划不来。然后呢，蓝蛮入侵出杀。然后呢，九杀，想得美。好，这一波直接烧他们两个。好，直接秒一个，兄弟们，秒一个还不稳吗？然后重做，再重做，放大招。Nice， 兄弟们。那么这一局呢，玩的是个戒吕布。有一说一啊，戒吕布在这个精品将里面当地主算是比较强的了。好，这一波这个牌还不错啊，先杀这个曹纯，顺手牵羊，又牵桃子，再杀，再拿牌，又牵桃子，哇靠，三个桃子，牛逼啊，大哥，三张桃子，好，出闪，他有寒冰剑啊，好，他又吃桃子了，结束，不慌，哼，
这个时候传来噩耗，不要紧，我不怕。啊，他牵走了我一张桃子，说明他手上留着桃子。这个赵云手上可能有一到两张桃，我估计只有一张，因为赵云要留杀虎的伞。好，这一波直接人王盾牵过来 ，nice。这一波说明赵云手上没有伞，赵云手上可能是两张桃，也可能是一张桃一张杀。人王盾拿走了，不怕，我等的就是这个人王盾，我有红杀。你还敢上古丁刀？想什么呀，兄弟？好，这一波直接九杀我，出闪。然后怎么办啊？这一波有妙手，妙在哪里？铁索连环连上，上藤甲再吃桃，两张桃子吃完，然后啊，一个意想不到的操作，怎么办？就这个桃虫，然后拿他的牌，然后铁索连环连上他了，跟他决斗。这一波你们没想到吧？这个曹仁还给我送花，他以为我救他呢啊！兄弟们，哎呀，想什么呀？一天天的，你看这一波加一码拿过来，直接卡了他一年。这一波天秀，兄弟们，好，直接空城出杀，把他的两张牌都骗出来了。然后呢，乐不思蜀，你看我这个加一码的收益有多大吧，兄弟们？这个加一码直接卡了他一年，兄弟们。过河拆桥，好，过河拆桥拆手牌，杀他一刀，你死定了，再杀。哎呀，舒服了，舒服了，兄弟们。那么这局呢，玩的还是一个翻车王，不怕。哎，这个牌非常好，马拉松组合必须秒一个，秒不掉的话我就直接逃跑。好，这一波直接杀，两张桃子，牛批呀，大哥。然后呢，没桃子了吧？我这个牌太牛批了，兄弟们，我这个牌太牛批了。这波怎么办啊？直接打九杀。好，哎呀，有桃子再杀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手上三张桃，那我也不慌。然后呢，游戏结束好吧？游戏结束。哎呀，不翻车的白马王真好玩，这一局我还要玩白马，我不知道输字怎么写，我求求你们两个告诉我输字怎么写啊。这一波有妙手啊，有妙手，铁索连环连上，杀一刀这个界潮人，然后这个刘琦扣三滴血，救不救？救回来了，再杀两滴血，两张桃才能救回来。这个地方可以摊他一手，打这个界潮人，但是我怕这个刘琦有桃子啊，所以就不敢摊。稳一点，兄弟们，稳一稳，风平浪静，稳一稳，海阔天空，不慌。哎，我再扣血。然后他聚手了，那就只能硬着头皮杀他了，只能扣他一滴血，他手牌比我多。好，再杀，结束，再来两张杀，好吧？啊，无中生有，先出火攻，反正打他只扣一滴血。好，游戏结束。那么这一局呢，没办法了，只能玩个张春华了。张春华是可以当地主的，只不过现在时代变了，真的，大人，时代变了，张春华当地主已经不行了，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张风秒掉吧。这一把就当是个娱乐局好吧。两个人都没逃走，合理，这个牌害了他，你知道吗，兄弟们？这个牌把张松给害死了，想贪我一手，连杀闪都不出，连杀闪都不刷，怎么跟我打？啊，然后呢，孙永强再杀来桃子呀，大哥，游戏结束，他死定了，我这张桃子要了他的命。好，这一波怎么办？直接决斗，来跟我拼杀，啊，出杀，再出杀，哎呀，还有桃子，这一波怎么办？好的，这一波有桃有闪，稳了稳了，兄弟们。好的，感谢老铁们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别别。你下次一定喽！明明说好的三连，白嫖之后又白嫖，白嫖之后又白嫖，都快10年了，老大。那，这次一定喽。